键盘们哪些枪的枪声最小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枪声大小有时候会决定一把枪的强弱，今天来聊聊枪声最小的四把枪。第四名 ACVL。 ACVL 是一把9毫米步枪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枪口自带消音器，枪声特别小，稍远一点就听不见了，但是相对应的射程也很近，很多人都不喜欢用。第三名 VSS。 VSS 上榜大家应该不意外，它的枪口也自带消音器，不需要额外再去装备枪口，用 VSS 射击敌人很难分辨你的位置，和 ACVL 都同属于俄罗斯特种部队的武器。第二名十字弩。十字弩是吃鸡的冷兵器，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，子弹少、射程近、换弹慢等等，但有一个优点是不可忽略的，那就是枪声极小，毕竟是冷兵器嘛。第一名爆炸猎弓。爆炸猎弓是第二把冷兵器，伤害虽然比十字弩低，但是射击间隔短、射程远、瞄准简单，和十字弩一样也有着消音的特点，所以爆炸猎弓的声音也是非常小的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